阿燕就知道咗我咧，如果一个人喺度嘅时候咧，我一定会乱咁谂嘢，所以佢叫我要去做法团嘅主席，同埋要照顾个垃圾婆，等我心里边有啲寄托，可以挨过最难挨嘅时候。即刻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费重温更多精彩节目，任你选择。